地球的点缀，乱神的 YouTube 高人频道。2023年5月10号，乱神拍摄于台北市士林区双溪河滨公园。今天是黄国昂与黄秀柔第176天的相处情形。在南美蓬奇菊的花海中甜蜜的度过蜜月。那害羞怕你们看到，他们两个夫妻害羞怕你们看到。黄国昂与黄秀柔前几天才结婚，他们两个夫妻是刚结婚不久，所以他很害羞，怕被大家看到。昨天他们才度过蜜月，今天继续度蜜月中。黄桃牡丹鹦鹉就叫做爱情鸟，要谈爱情，乱神叫宝贝鸟。黄伯昂与黄秀柔两夫妻教你们。就绰绰有余了，爱情怎么谈就交给黄国昂与黄秀柔。现在在那个白花三叶草花海中拍蜜月影片，黄国昂、黄秀柔两个夫妻好恩爱哦。黄秀柔两夫妻真好恩爱哦！我们黄国昂跟黄秀柔都会教大家怎么谈爱情，对不对？然后蜜月生活要怎么过，就是这样过。我们黄国昂、黄秀柔厉不厉害呀？黄国昂、黄秀柔幸不幸福，厉不厉害？甜蜜啊，黄国昂、黄秀柔。天气虽然热热的，有点热乎乎的风，但还算有凉爽点。黄国昂、黄秀柔正在欣赏大自然的风景，在白花三叶草中度蜜月，放鞭炮庆祝一下。好可爱哟，两夫妻好可爱，好甜蜜哟。黄伯昂跟黄秀柔等你连枝草翕蜜月影片，连枝草的花开得非常的旺盛。黄伯昂跟黄秀柔两只非常的甜蜜的蜜月旅行，连枝草花蕊百花开放。黄伯昂跟黄秀柔新婚蜜月后，霸主千孙愈生愈旺，翁仔某添囝后，甜蜜恩爱，甲囝同乐度过，甜蜜搁分囝福。黄伯昂跟黄秀柔那欣赏风景，那食莲子草的花蕊，看起来敢那袂歹食款，佫会使欣赏风景，佫会使那食花草，真正敢那袂歹食。黄伯昂食莲子草，愈食愈有爽，食甲真欢喜哦。人类把伊摕来当作草药啊食，黄伯昂甲黄秀罗把伊当作食物伫食，食甲欢喜甲要死，饱餐一顿，欢喜过日子。黄伯昂与黄秀罗在紫色醋浆草中度蜜月。黄伯昂、黄秀柔，妈咪乐神梦里，你内底找看有四片的幸运草无？黄伯昂、黄秀柔，上来上去，到底有伫找无？黄伯昂甲黄秀柔今日咧蜜月旅行，出来耍真久啊，大概忝啊，有一点啊想要回去的念头。
今日黄渤跟黄秀柔的蜜月旅行就安尼结束。